又一个大笨蛋把答案全讲出来啦。事情发生了没有后续？好，恭喜江。有个人说他在看你。好。我讲什么啊？你在怪谁呢？他太好笑了。我不会把答案讲出来。这个月真的不要再打我了。我建议你自己一播出来，你家电话就要完蛋。这回沈世鹏将遭遇到什么样的下场呢？